我看到最近一些在微信上发的，教大家怎么来预防，其中提到了说26度、27度的时候啊，它活不了了，然后呢，在手上啊5到10分钟啊就灭活了，这些是个误区。跟大家说，实际上如果在4度的时候，它可以存活7天以上，啊，如果是在25度的话，它可以存活在3、4天啊以上，如果37度的话，它可以存活在2到3天，如果56度的话，可以存活10到15分钟，如果70度啊存活的时间小于3分钟，100度存活时间低于1分钟。